凯奇，走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干嘛？你没有打过棒球？你就适合这种老婆婆主的，走吧。干嘛？到底要干嘛？问，哪来就知道。走。真的要打？我没跟你说，其实我小时候……啊？小时候怎么样？你什么？我说我小时候曾经被球，我不打了。如果你打到的话，我就给你力量，怎么样？来吧。教我怎么打？还要人家教啊？当然要啊，是你带我来的地方的。脚开一点，弯一点。额头、鼻子、下巴，当然要。哎，什么？